竟然被他告了。徐田，我想让你帮帮我，可以吗？你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话，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就认识你一个律师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俩算朋友。不不不不，不是我们俩，你我都是两个陌生人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徐律师，徐律师，徐律师，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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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呢，我倒是帮陌生人打过官司，但是我很贵。没事的，大不了就是一条裙子。一条裙子哪够啊？我给你看看我的价码。hourly rate 小时收费制。法务咨询80美小时，事务调查100美小时，现场取证200美小时，出庭500。不是，你就说几句话，用得着那么贵吗？那凭什么你设计一只小猪就可以收费，我的金玉良言就不值那么多钱？行，你就拿着你的金玉良言做梦去吧。好。